新鲜冷链直送的羊肉片，淋上蔬菜汤涮个5秒钟，搭配些许姜丝，鲜甜 Q 弹口感，没有任何羊骚味，温补不上火，一年四季都很适合品尝。现场开放试吃的是那种嫩煎羊肉片，那我们主要用蔬菜高汤下去做基底，然后再去涮这个肉片，大概简单的涮个5、6秒就可以吃了。南门中继市场举办 FGM 国产羊肉认证标章揭牌仪式，从蓄养、屠宰、包装、运送、上市都有一套严格认证机制，消费者只要认明标章，就能买到最新鲜优质的国产羊肉。那在5个月、6个月之后，他就会把它阉割掉了。阉割掉之后，他要再养半年，半年才可以屠宰。那半年之后，他就没有完全没有羊骚味了。我们有一个评核小组，要评核小组去审查，审查通过之后，协会再来受证。中华羊协积极协助国内养羊产业开拓销售通路，民众想吃羊肉，不再只有羊肉炉或者是热炒店可以选择，到有认证标章的店铺购买回家自己料理，让餐桌上的美味更增添丰富的变化。记者尤祥廷台北采访报道。